走过信义路四段，即使在台北街头熙来攘往的车流中，依然可以一眼就看到一个吸引人们目光的大招牌——南无阿弥陀佛。在六字红名的大招牌下，是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没有豪华的外观，却有一股宁静祥和的气氛。这就是华藏净宗学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是净宗修学的总纲领。念佛即是念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代表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无量的欢喜。时时念佛，就是时时提醒自己，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之中，都要面向光明，处处觉悟。然而，在现今的五浊恶世，要时时保持清净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念佛堂的设立，便是依靠众人的力量，透过大家在一起念佛、读经、听经，帮助我们把佛号提起来。在华藏净宗学会的小小念佛堂里，每天都有同修在一起念佛共修。恭诵《无量寿经》或《地藏经》，每周四及每周六也有《弟子规》研习的相关课程，是大众言教修行的好场所。在念佛堂旁边便是法宝流通处，这里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光碟或书籍，有经教义理类、人文社会类、同盟教学类、电影动画类，以及配合净空老和尚推行的活动特别制作的法宝等等，所有的法宝都是免费流通。除了影音光碟及书籍之外，学会设计及印制的精美结缘饰品，佛像、佛卡等也会放在这里，免费与十方大德结缘。到了中午及晚上的用餐时刻，流通处就会变身为华藏大食堂。在学会每天有许多发心的香积菩萨准备丰盛的菜肴，免费供养大众，一年365天，天天不缺席。在用餐时刻，同修们仍然能观看净空老和尚的讲经影像，时时不离佛法。以多元方式制作流通净空老和尚及当代诸善知识的影音光碟或书籍，是华藏净宗学会的主要业务。目前老和尚讲演的总时数约有14000多小时，如果包括其他法师大德，则约为20000多小时。要将这些讲演内容转换为光碟、书籍或网站资讯，必须先将声音文字化，而这项工作是由华藏听教组的同仁统筹负责。为了确保文稿的正确性，每一份讲演内容
在打成文字档之后，都经过一校、二校、三校及定稿的程序。经过听教组人员听打及校对好的文稿，是日后出版图书重要的依据。例如，讲演文稿校对完成后，讲记组或出版组的同仁会应时应机，依照特定主题重新顺文整理编写，再出版流通。为使大众在阅读时能生欢喜心，同仁在编排或印刷时也特别讲究印刷品质的精美及阅读的舒适性。听教好的文稿有第二个用途，就是作为影音光碟的字幕。首先，在听教稿还未完成时，后制组同仁必须先进行母带的截取。片头的制作以及初剪的工作，等到校对好的文稿送来之后，就要立即进行断句、上字幕、和旁白等的工作。并且是需要制作电视用的播出带供电视台播出。为了方便使用不同语言的同修听经，后制组也制作双语或多语的 DVD 流通。目前录制的语言除基本的国语之外，尚有台语、粤语两种，句句都是真实话。生活在私情是正常的，现在这种你是啊，最近这个世纪以来科科教人竞争。完成以上动作后，接下来便是设计 DVD 选单以及依照格式需要制作 DVD 档案。完成好的档案，先交于厂商烧录母片，交由验片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每片光碟都是母片的高品质。即使经过翻录，画质画面仍然保持清晰亮丽，绝不失真。由于制作流程繁复，需要花费的时间也较多。以一片8小时的 DVD 来说，从过片到完成验片，最快也需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因此，如何保存这些影音资料，也成为后制组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保存的影音资料主要有2类：一是老和尚历年来讲经的拍摄母带，对此，学会特别设立一个专属片库来保存，同时考量到拍摄母带为磁带，保存期限短，
一旦损毁，所有资料便无法复原。后制组也积极进行全面数位化。另一种需要保存的，便是已制作好的影音档案。目前后制组除了以储存硬碟的方式备份外，也将制作好的影音档案分段烧录成光碟片，并复制多份寄至相关单位保存。此种做法除了能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也可以降低资料损毁或散失的风险。当出版组完成书籍或后制组制作好光碟之后，接下来便是法宝的包装、寄发及运送。只要是最新完成的书籍或光碟，法宝组同仁一定会寄送给全世界各地的净宗学会，免费供养大众。除了主动寄送法宝之外，法宝组也接受国内外各地同修或单位委托制作法宝的订单。此外，包括法宝的储存、管理、包装以及寄送，也都是法宝组同仁负责的业务。审核校订好的文字档、排版档以及制作完成的影音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经由网路供大众点选观赏或下载。目前学会已架设的网站有净空法师专辑网站、儒释道多元文化教育网、佛陀教育网络学院以及华藏净宗学会网站。每个网站各有不同的任务及定位，彼此可相互连结。专辑网站是以老和尚相关的资讯为主，包括所有讲演影音档案、文字内容，以及老和尚的生平简介、照片、墨宝等。为使同修们能够同步收看到老和尚最新的讲演，本网站亦提供网络直播的功能。儒释道多元文化教育网是配合老和尚近年来提倡推展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所设立的一个网站。为了让更多民众能够认识学习儒、释、道这三个根，本网站并放置相关的教材，提供影音下载及网络直播功能。那因为那一份内疚，就想要弥补小孩。网络学院是方便净宗学人修学而设计的网站，主要是依据老和尚为澳洲净宗学院所定的课程，规划相关的网络学习网站。本网站并提供影音、教材以及网络电视节目播出。目前网络学院的学生人数已达17609人。华藏净宗学会网站则是学会对外的联系窗口，主要提供学会的简介、最新活动资讯，以及老和尚及悟道法师在慈悲台播出的节目表等。为了让各组之间的讯息能够交流沟通，资讯组同仁积极在建构完善的资讯系统，包括硬体设备的架设及维护，以及软体程式的设计与撰写。现在学会内部的资料库已经能够相互连结，同时透过网路进一步将资讯提供给大众及相关单位运用。你这可以看到日本这点动量，它都是下载的就大概63%，是63 mega， 因为我们这条线是100 mega，
所以这条流量是非常大。那以目前这种一个月4000块来讲，它这其实是非常符合经济效益。所以目前主要的对外主机就是德国、日本还有台湾的主机。那像这个就可以了解说，你一天大概参访的人数。所以目前这个德国主机主要提供的还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当地的同学。那这才是双系的主机。所以目前学会主机已经分布到很多地方，所以相对它稳定性跟安全度都会比较强，不会因为单一一个机房的问题就造成整个系统停摆。华藏净宗学会立足台湾，放眼世界，让我们一同携手同心，共同使正法流布世间。华藏净宗学会成立于西元1989年，为一专修专弘净土之组织。净宗学会的概念始于二次大战期间，由夏莲居老居士所提倡。本会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深知净土法门之殊胜微妙，为弘演正法，便利大众修学，于是老和尚将夏老居士的构想化为行动，在韩英馆长的护持下，于景美华藏图书馆原址成立华藏净宗学会，并加入中国佛教协会。我们今天提倡的净宗学会，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首定的，虽然定了这个名称，并没有组织。我到北京第一次跟黄念祖老居士见面的时候，老居士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夏老居士一生的愿望，但是没有能达成，希望我呢能够在台湾，能够在海外建立净宗学会，提倡专修专弘，我就答应他，所以回来到台湾，我们就成立华藏净宗学会。学会特别重视戒行相应，贤共尊修观经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王，所依照的修学经本为净土五经一论，并大力提倡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样的精神也表现在净宗学会的会旗上，净宗学会会旗又选了文字表正转法轮，中英文代表佛陀教育，不分宗教、种族、文化。白色表自性清净，蓝色表虚空法界，以及众生心性本自清净，清净心变虚空法界。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弘名表净宗念佛法门，东方的星星表娑婆秽土，西方的星星与莲花表西方极乐世界。围绕着世界的两个圆圈，表真俗二谛。西方极乐世界即是真俗不二之法界，也正是一真法界。韩馆长往生周年后，由陈永信等13位居士
发心出资购买位于台北市信义路四段的县址，并正式向内政部登记立案为社团法人。华藏净宗学会从此迈向了新的里程。华藏净宗学会的缘起是在过去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成立大概五年之后，我们导师啊，上净下空老和尚啊，也是我们恩师啊，给我们大家讲《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这个经讲圆满之后呢，韩馆长这个发起啊，成立一个华藏净宗协会。那么地址呢，就是附设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韩馆长是1997年往生的，到了98年，就是周年以后，啊，有我们同修啊，陈永信居士，啊，郑正德居士，啊，邱宝贵居士，黄柏林居士等，啊，有很多居士呢发心。最初啊，是陈永信居士发心的，啊，他在他那个灯王啊，灯饰殿隔壁，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会的二楼啊，这是最早的一间房子。陈永信居士，他就要发心，他要想找个地方啊给老和尚。啊，也有一年老和尚来他这个灯王那边，就是大家开个会，啊，一直想要找地方，刚好隔壁那个二楼说要卖，啊。陈居士就很发心了，他就要去卖啊，啊，他卖要找功德主啊，功德主也很多啊。那当时我自己个人啊，我也很庆幸的能够参与这个福田啊，这个布施啊，我本人捐了50万台币，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小公务人员哦。那陈永信出最多，他一半，啊，他真的是大菩萨示现哦，来扶持老和尚。啊，要成立全国性的华藏净宗协会，就中华华藏净宗协会，那这样就逐步的啊推动以后呢，啊，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很艰辛啊，有些东西呢啊真的是不足为人道，可是我那时候就一个念头，就是有一个毅力，说我一定要帮老和尚推动成立。我的心就是一直想说。我只有一个愿，希望能够成立，一定要成立，就这样子。希望成立了能够让老和尚的法这么个殊胜，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更能够闻到这样的殊胜的净土法门，就只有这个心了，没有其他的，就是只有一个想说，让他一定要能够很顺利的圆满。华藏净宗学会迁至信义路后，会务发展皆从头开始，同时也面临了许多考验。当时出家众，不是只有我一个，啊，还有庄贤法师，啊，也就是我们成立社团呐，第一任的秘书长，是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两个人呢，啊。这个从这个社团呐，啊，离开图书馆之后，那么从零开始，啊，可以说一切从头开始，啊，在这个地方啊，啊，在成立一个我们净宗啊弘法的据点。当然了，万事起头难，所有的事情呢，啊。一开始呢，难免有他的困难，啊，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得到诸位在家出家啊，护法同修，大家大力的护持啊，得到我们恩师净老和尚的加持啊，虽然呢、啊、有一些困难啊，也都很顺利的这个排除了啊，也在种种的一些困难障碍当中啊，不断的成长。那时候真的是很苦难，因为那时候收据也是只有就是用打字的，然后影印，不是一个正式收据，但是就是要给对方知道说我们真的把这些钱是用在道场上这样子。从我们成立的时候呢，啊，确实，真的是从零开始，啊，那时候啊，真的可以说是我们啊，要人没有人，啊，要这个财力物力通通没有，啊，那时候啊，只有刚刚悟道法师有讲过。可以说，老和尚呢，送给悟道师一个非常珍贵的协助，把这个道场成立起来的一个这个庄行法师。当时的感觉说，我们华藏是有前途的，啊，我们是可以往前面走的，所以当时的架构设计的都是一个比较中等的啊，就是设计有个中层、远层啊，近层当然没有办法，很少人很少。我设计是个中层，还有一个远层的，但是当时还没有这么多人手，他们也看不出将来华藏会演变成什么样。但是我有自信，将来华藏是非常有发展的啊，这个不出我所料。十年之间，你看发展了这么大的规模啊，这个是当时我们都看得出来的啊。想起来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哈，比较困难的，好像是每次老和尚有一个任务给我们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好像都有佛力加持吧，每次很重要的任务呢。那都有你们一群这么好的同伴在旁边，都帮我分担呐、啊。我现在一下也不觉得哪一件事情是特别困难。在第一任理事长悟道法师的带领之下，以及护法们无私无我的发心护持，同修们胼手知足，共同努力，一点一滴的将学会建设起来。现在这个地方是。唯有讲回来，是你师父真的很辛苦尽心。诸位大德的辛劳，还有悟道法师的辛苦，那今天总算我们这十周年走过来啊，像是华法啦，啊一些的很多的这个啊老和尚的那个经典法宝流通，不计其数。要非常谢谢，就是师父。跟严师呢，他们在世界各地弘法，然后也都是为了要让华藏这个弘法的这一个组织呢，更向前迈进。我每次看到，这一个悟道法师以及各位理监事的努力，大家的扶持，不管在法宝流通，那个量啊，真的是很意外。如果没有三宝加持，没有阿弥陀佛加持，哪来这么大的福报？可以在短短从十年之内变成一个这么广大的一个专业的弘法单位。悟道法师秉持着导师净空老和尚的教诲，本着慈悲精进的心，于担任理事长期间，不遗余力地弘扬净土与推动会务，制作老和尚讲演的光碟及编写成书籍，流通全球。使无法亲临现场聆听老和尚讲经的同修，有听经闻法修学的机会。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来弘扬佛法，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了。所有的老师的书啊，老和尚的
演讲啊单元的部分把它整理出来。那因为过去那一年呢，我也在兼了那个出版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出版组也非常努力啊，也出了很多这个小小的书啊，小小我们讲的就是叫五十开的书了哈。这些书是能够方便所有的同修哈，坐车啦坐飞机啊放在皮包里面，那这样子的一本书就非常好。华藏净宗学会呢可以说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一个背后的推手。在这十年来的努力啊，我觉得贡献非常多啊，对我们整个的佛教啊，尤其是净宗的推广呢，可以说是居于啊领导的地位啊。尤其我们师父啊悟道上人呢，也是非常的努力啊，来弘扬正教，弘扬我们净宗的啊这种修持啊。净宗学会就是很正派正华，大家都很谦虚，各师父啊，你们这个华信呢都是很谦虚啊，在弘扬，在注重，而且那个净宗协会存在，我看是可以这个众生呐、啊，也是会福报，都很多人会得到和受用。学会于2000年。已有同修开始负责悟道法师台语讲演听打校对工作。2003年，在胡尼尼居士的护持下，成立了教务组，担任其本会导师净空老和尚历年来所有的影音听教重责，并负责图书与出版两大业务，将老和尚的演讲整理成讲记出书，让同修们便于阅读，更与各地净宗学会免费与大众结缘，使佛法的流布更大更广。这些法宝已经现在流通到全世界，这是大概应该是空前吧，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可以提供这么多的法宝，这是我们非常的感觉荣幸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老上师父的领导有方，先让我们一般社会人士都可以在这里吸收到很多的佛法。华藏哦，全部都是赠送的，哦，啊，让人感觉这个所在哈，来，这法宝出来的，让人感觉也心量足大，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哦，咱家来替人愈来愈多，啊，就愈会收不来，哦，甚至家己头一边是摕伊听，后边来哦，就两本、三本、五本、十本安尼摕。师父到世界各地去演讲的啊，录音啦，录影像啦，录音带啦，都是我们华藏净宗协会来负责做法宝，制作法宝的那种规模、专业以及那种设备啊，实在是让我们令人相看，实在是可以说是不同凡响。而且呢，这种免费供应的精神与雅量，哈，实在是让各净宗学会可以做各净宗学会的一个楷模。把法留下来，把法散出去，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华藏最大的一个使命，也都达成了。而且我们最终就把和尚讲经呢，马上变成这个经书，啊，因为有些人喜欢看经书，有些人喜欢看 DVD， 有些人看影像的。我想这个在华藏就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你要什么华藏都能够提供，所以我想这就很不简单。在行门方面，为求解行病重，除信义路会址之外，
学会并于三重、双溪与宜兰等处成立念佛会，提供同修们听经念佛的共修场所。在庄严的声声佛号中，所有参与的同修依众靠众，共同精进，以其真正达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现在弘法立僧介绍佛法的这个工作稳定了，有基础了，确实应当要往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方面要努力，这样才能真正不辜负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历代祖师敬重祖师以及我们老和尚对我们殷殷的教诲。本会导师净空老和尚并提倡公益佛教重要典籍《乾隆大藏经》，赠送世界各地之国家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典藏。为了确实流传此一智慧宝库，本会依循老和尚的指示，自2002年1月起开始提倡印制《乾隆大藏经》。当时的理事长悟道法师并发起一元一元随喜发心活动，集资向扶风印刷厂郭秀兰居士购入500套。到目前为止，本会与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合作，已印制6500套，分赠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件好事这个是我们中国历朝历代呢凡是呢遇到这个重大的灾难大部分国家都会提倡印藏经来洗灾。那么师父讲这个是要消灾免难救这个地区的要化解灾难的。当时我听到师父讲的这些话也就没有考虑了有没有钱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消灾的事情要化解灾难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不能不做的。当初呢悟道法师也就是遵循的家师的指示来做。一千万还有到几千万那时候好他就做。那后来呢还要再1000万还要再2000万。那他说这个钱要哪里来不你做下去呢他那个钱就自然而然他就不要忧虑了。印制过程未存其真，一律照原样影印，对原书中模糊之处予以描润或排印替补。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会并重新编排目录，加入句逗，使同修在研读时更加容易理解。他是他那个从大陆买了一个版本翻印又翻印，有一些木刻版那个小字几乎都看不清楚。我就找世华许老板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许老板他也很有兴趣他对这个印刷特别印这个古籍的他也特别用心也很希望把这个印刷的这个质量能够提升到最好所以就重新修版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用电脑去把它描照它的原来那个笔画去给它描把它补上去那么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另外呢这个在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印这个藏经呢他没有编目录我们发心重新给他编目录那么现在这个目录编出来非常好查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当时知道这个事情他也讲了他说这一套呢那么就可以代替了日本的大正藏了因为呢字大又有目录那么后来这个
我们师父又找一些人啊，花心啊，做悸动，啊，方便啊，这个以后的读者呢，他自己不用断句，啊，帮他断句，啊，这是最近啊，所印的都是有悸动版的。早在景美图书馆时期，老和尚便深知科技弘法的趋势，若能善用媒体传播力量的无远佛界，创造客厅及道场法音变法界，便是其理想的实现。本会于2002年开始制作悟道法师台语字幕，制作播放带，提供于各佛教电视台播出。2005年，负责老和尚宣讲之《华严经》影音后制工作，并于2006年担任起制作老和尚历年来所有讲演影音的重要工作。师父是个现代人，应该是最现代、最先进的一个想法。他强调了无远佛界的，就是客厅就是道场，客厅就是学校，客厅就是教室。这个必须要透过最先进的一些理想，包括网络，包括电脑，这些新的科技。我们做光碟以前都是交给人家做的好，也没有想到自己要怎么做。那后来有一次人家跟我们讲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做？因为做一个光碟的母片啊，非常贵，那一套金下来，那个时候 VCD 都是一两百片的那个光碟啊，那就非常贵。所以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事情能不能自己做？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后制组从一个人、两个人开始啊，一台机器开始慢慢做，慢慢做。2006年，我们华藏后制组呢，承担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老和尚所有历年的录音带、录影带、拍摄带，还有字幕母带。全部呢要到我们华藏这边来保存，而且我们学会呢要把这些袋子全部转成数位化，以妥善的保存。那这项工程是蛮浩大的，因为截取都是要1:1的时间去做。那这些袋子都是已经有十几年了，都快脆掉了，所以我们卢居士他就很担心这些袋子啊。那我们后制组接到这个任务，也是去买 DV Can 啊、Digital Beta Can 啊，购置这些机器回来，然后就拼命的过带，然后过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发展至今，华藏净宗学会已成为老和尚影音弘法的主要后勤单位。为了追随老和尚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影音数位化、流通多元化以及制作精致化，成为华藏致力从事的工作指标。如今华藏所制作的法宝已流通全世界，并且受到广大的好评。华藏净宗学会在全世界那么帮助各地净宗以及各个佛教道场，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法宝的流通还有师父这个讲经能够在网络上用最新的科技能够把它传播出去。那么我相信呢，在过去我们所做的成就里面呢，我是觉得在这方面我看到的这个成绩是最受大家所赞叹的。这真正是科技呢带来予咱人类真大的方便，咱也一定要珍惜，珍惜这个这方便的工具呢，予这个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宝，会当流通出。咱希望所有有缘的众生，伫虚空法界苦难的众生，拢会当听到这个法，会当呢出离六道。道德教育方面，
配合老和尚所提倡之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学会同修以身作则，每日早晨读诵《弟子规》，提醒自己能在生活当中落实《弟子规》之教诲。学会并于各地举办了由蔡礼旭老师所主讲之幸福人生讲座，采用《弟子规》读本作为教材，广邀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学习。个人修学来讲我们师父上人他提倡的这个《弟子规》啊，《太上感应篇》啊，《十三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啊，儒释道啊，是我们不管在家出家啊，职工义工啊，大家呢是共同要来学习的啊，这是我们的根本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些基础科目呢，师父最强调的就是要做到啊，他不是只是叫你讲，他是要做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呢最重要是要去落实它啊。所以我们跟在神边有一个好处就是啊，我们啊师父所表现出来了，就来印证啊我们在这个学习方面的这些经教啊，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证明啊，最好的学习的榜样。华藏本身就是星期四啊、星期六的晚上好下午都有班。那另外呢，我们在三重啊的正义讲堂好也是有两个班啊，星期二以及星期六。星期六是青少年的班，那还有头份啊、龙潭、内湖，还有这个关渡，有蛮多个班。文艺方面，为提倡因果教育与传统文化中孝亲尊师的中心思想，学会尊奉老和尚的教诲，于日本及台北系址拱北店、桃园县政府、平镇高中、台中港区艺术中心、台北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等多次展出由国画名家江义子老师所绘制的地狱变相图、极乐妙果图、孔子圣迹图等，以及如孔子十哲、四大天王、阿弥陀佛等塑像，结合了艺术文化与教育意涵，深受大众欢迎。学会并出资拍摄《于静义工遇赵神记》电视剧，将因缘果报的道理寓教于乐，并制作 DVD 免费与大众结缘。那么在印制地狱变相图这个过程呢，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啊。这个因缘是我们老和尚他家乡的城隍老爷祈请的。那么我们师父他就请江老师发心来画这个地狱变相图。那么在这个当中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诸位同修大德大家的发心护持。所以我们这个地狱变相图出来之后第一次到日本光明寺展览也办得非常成功包括制作这些光碟。另外学会也参与了国际性的重要活动，在2006年，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举办的2550年欢庆卫塞节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活动中，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和谐社会之成果展现给世界各国。所以我们在巴黎我们也赠送了192套的龙藏，192套的地狱变相图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会员国每一个国家呢一套那么这些工作呢，我们都是做后勤工作、幕后工作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也非常感谢大家呢这些年来这么大力的支持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得到
佛菩萨的加持护佑，啊，所以我们啊能够去完成。觉得师父他有非常高的眼界，他能够看现代化，那他用这种非常多元的，不排斥外人的，甚至他，我看到师父很多的著作是跨越其他的宗教的。跟基督教、跟佛教、跟伊斯兰，其他任何的宗教，他都能够跨越，就是成就于这种圆满教育的理念。那他透过我们净宗华藏净宗学会，就是很容易完成。在社会公益方面，学会同修秉持着佛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刻，华藏四众同修总是自动自发地捐出善款，给予人们最及时的帮助。除此之外，学会提倡戒杀素食，培养大众的慈悲心，更于每季举办符合环保的放生活动，所救护的众生性命不计其数。护生不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护生戒杀，那放生只是我们一个手段，到最后只是要大家能够戒杀啊，吃素，让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杀业能够减到最轻。而且现在世界上啊，这个灾难不断，刀兵劫啊，都是由这个我们这个杀业太重所引起的。能够让这个每一个人呢，能够从心理上扬起这个慈悲心，那么放生就是一个手段而已。希望同修们呢，能够把这个放生的理念啊，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到最后呢，这个杀业呢能够减轻，然后能够到世界和平，那么我们这个放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整个放生的费用就有一个专户，所收到的赞助款，除了正常的放生的支出以外，那我们也有一个专款专用。那今年度因为我们的卡通也画好了以后，所以我们就整个结余的费用呢，我们就制作这个卡通哈，来跟全世界的净宗学会结缘。为了响应老和尚所提倡之护国惜灾理念，学会每天在念佛堂同步直播由悟道法师主法的山东金山寺百期护国惜灾三十系念法会。那么我们这个法会呢，是4月25号开始，啊，这个2008年4月25开始，啊，从庐江实际禅寺开始做，到2010年3月25日，那么这个700天才圆满。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做到5月12号，那么果然啊，四川有大地震了。那么我们相信呢，啊，对这次灾难的减轻呢，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可能，还不是很明显，啊，因为呢，我们法会才做了18天，啊，做了18天呢，这个灾难就发生了。啊，如果这个法会呢，如果更早做啊，可能灾难会更降低一些啊，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每月定期于三重正义讲堂、善果林净土寺举行30系念法会，近年来更于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国军文艺活动中心等地举办1000人大型法会，让更多的大众能够参与此一殊胜博士。学会法师每年也应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新加坡净宗学会以及各地净宗学会之邀，前往主持30系念法会。我们在外面所有的30系念法会，那悟道法师他有指示下来，所有的费用的支出哈，那如果是经费不够的话，那就由华藏净宗学会把它补足哈，补助。那新下来的费用
扣除了所有的支出以后呢，那就全部拨进到制作法宝的基金里面，那就制作法宝。那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忙我们参与这个法会的同修，他护持我们整个的那个法会，那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超见我们啊，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的祖先也有能够帮忙大家能够集福消灾，然后呢又能够制作了法宝，然后跟所有全世界的莲友能够结上一个非常深的缘哈。三十细面功德利益，遍及虚空法界，祈愿正法磁场能化解世间灾难，带来和谐安康。对于华藏净宗学会的成长，同修们皆有目共睹。如今学会更成为了推广佛陀教育不可或缺的弘护单位。我们社团成立之初也得到很多同修来发心来支持，一直发展到今天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规模，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德这个成就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的是要大家呢同共发心的。只能说是佛菩萨安排了，并没有说我们刻意需要说我要想要做什么，我要成立什么组别。那我想这个就是也是华藏净宗学会到今天为止的走的方向跟它的那个顺畅度也是这样子的组别成立，所以越来越顺利。目前可以讲说每一组呢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然后大家都很用心的要把这一块做好，那我相信呢应该我们会用这个资讯呢把和尚的这个法呢就这样传下去。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信心一定会把它做好。华藏净宗学会在这边大力的以老和尚的法宝、老和尚的讲经、录音带以及后续做这些数位的工作呢，都是由华藏净宗学会后制的一些法宝供应，非常不简单，个人的感到非常的敬佩。那讲起华藏净宗学会呢，我就满心的欢喜，因为十年了，真的看他从无到有，到发扬光大，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发展过程跟奇迹。只能说，我觉得是老和尚的福报，大家常住师父及护法的努力，最重要就是阿弥陀佛三宝的加持。所以呢，净宗学会20年来一直咧将持这个法宝流通，将持种种的这个法宝的制作流通，有真济点点伫后壁咧做，人讲幕后的工作人员付出伊的精神，付出伊的时间，这个精神呢也伫咧赞叹。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华藏净宗学会以及师父以及师公的领导之下呢，我们能够走到正轨，而且在修学道业上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成长，能够协助各地的同修一起成长，而且也能够如愿以偿到极乐世界。谢谢。每一个有在这里参与过的人，真的都要感恩，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社团目前这个状况。真的要感恩说学会的所有的大家，这些大菩萨、
大家都能很热心的参与。你看，真的从无到有，然后我们现在能有这种大家全世界大家能知道的，能够在护持的。那你们现在真的很上轨道，很有规模。你们现在坐牢上的后制作，还有这个流通法宝，还有配合这个海内外的黄花，真的做得很好。我等老外朋友讲哦，跟我太太跟我朋友讲，我真的种了一块大福田。福田种对了，它就是个丰富的福田。这个华藏经只要我们这些弟子都在，它就会代代的相传下去，它会永远成立，永远的弘法下去。我想这是我感到最欣慰。在这边，每一位大众，每一位菩萨都在努力做老和尚的光碟，流通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样的单位在目前来讲是比较少。我说啊，那边有一群智慧工作者，他们就是牺牲他们在外面的工作酬劳，他们很高，因为他们的有技术性的在外面工作可以得到很高的那个薪水啊，可是来华藏就薪水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做的工作都很认真，他们都来这边服务，有了当义工，他们因为知道这个法真的太好了，所以他们就自愿来这边。在这里的所有一切众生，感谢老和尚，感谢华藏的成立，真的很多人受益，真的真的，大家都很高兴。归纳从到华藏来以后，几个年头归纳一句话，就是感恩大家，那都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也谢谢大家这样来拥护护法，让我们学会呢不管在这种拥护护持老和尚的弘法的弘扬，法宝的留步，乃至于现在提倡《弟子规》的教导，大家都尽心尽力，真的做得越来越上轨道。在这边还是深深的感谢大家。我们净宗学会是要为了大众的离苦得乐，大众受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法忘情了，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所以我们在这里赞叹以外就是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我们这个老和尚的这个法宝，这个理想的目标把它完成延续下去，生生世世永不灭的，就是续佛为乐。我们说十年有成啊，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我们背后的这一棵树了、已经有一百年了。我们要学习榕树的精神，生生不息，屹立不摇，舍己为人，能够利益众生。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榕园来录影呢，我想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因为榕树就有这样的精神，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过一个幸福美满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学会推广佛陀教育、推广净宗教育的一个贡献。所以我希望期待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然后再来一个第五一轮，这样一直下去。我想每一代每一代都把它传承下去。那法藏净宗协会今天能够成立、推展的这么好，老和尚的福德、阿弥陀佛的加持。那悟道法师以及各位法师、悟行法师他们共同的努力，以及我们这些花心的职工也好、志工也好，还有护法大德也好，都有他们的贡献跟付出在里面。华藏净宗协会呢，咱顶顶下下为咱的理事长、为咱的这个干事、为咱的秘书长
为咱的后制作所有人员，拢拢的有这件代志共同来推动。凡是行过，必定留下痕迹。希望咱大家呢，会当本随着世尊弘法这个精神，用这个精神传落去，这个灯呢，一代传过一代。我们华藏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法师啊、大德啦、都被培训出来啊，在这个传统文化以及这个佛法的这个教学方面啊，我觉得这个人才辈出啊，如果真的有一天呢，华藏能够把这些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呢来安排这个资源呢、全世界各境中到处呢这个弘法利生。我相信呢，这个更可以达到所谓跟各个境中来作为一个互动交流是一个最实际的方法。这个是纪念我们这个华藏净宗学会成立20周年那么成立社团是10周年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面呢，希望大家呢同共发心。那么跟随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他所教学的理念我们不断的去落实一定这个脚步大家要跟上不要落后了非常感谢呢这么多年来长期护持的在家出家这些大德居士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护持祝大家60吉祥华喜充满谢谢阿弥陀佛